今天为大家分享一下玻璃球和不锈钢球的区别在哪里。304不锈钢球和高精密玻璃球的区别，玻璃球成本更低，使得塑料轴承重量更轻，304不锈钢球使得轴承增加了重量，也增高了成本，使用环境是没有什么区别的。这就是塑料轴承不锈钢球和玻璃球的区别。今天就为大家分享到这里，明天继续为大家分享其他材质的轴承。